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悉受礼诸佛，悉法比丘僧，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善护以口言，自尽其自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我们接昨天天地明报篇的戒护，就是所谓有戒而能够少护，产生诸大的功德。下面引这个明了论来说明呢，戒啊的功德殊胜。明了论说，书戒护多种且列影子。下面先解释什么叫戒，什么叫护，它的分开。戒在这个地方，它只是身口而言，护是指心，把三戒分开来讲。他是说，在心者名之为护，在身口者名之为戒。护就是内心起防护，从内心而言，那么戒是表象，它能显露出来外面。就持戒以身口来判，声闻尤其声闻戒啊，是以身口七支来判罪，所以说戒呢身口来说明。那下面说，有护不必有戒，有戒其必是护，有这样的说法。你说内心起凡护，但是不一定有戒，不必有戒就不一定有戒。如果有戒，所谓有戒是体现在身口矜持不放，身口既然能够矜持不放，内心肯定起防护作用，是这么一个说明。所以内心起护，内心起护说，那身口是不是能够扫射得住啊？或者说没有戒，那就不必有戒。那么既然身口能够矜持，内心肯定起防护，是这么一种关系。经中明，佛赞得戒护人有多章句，列数八种。列数八种就是左边第七，就是1509页那个地方八种，皮而已，是章叹戒。那么这个偈文我们略略看一下。那先标出来，标出所出，就出在明了论里面讲，戒护者几行目体。几行就是说从行持上而讲戒的本性，就是体，体就是体性，行就是行为表露，能够起护持作用，叫几行目体。目就是称啊，名或者名体也可以。兼收法相，那么这一说戒的四科都包含了法体形象，我们通常是法体形象。这里几行而讲有戒的，有戒体。那这两者举了，而且包括有戒法，圣人所制的教有戒法。那么表露在外面形象，身口就体现在外面形象，所以说相。位下解释名相，初分对惑业，以惑业来分，就心从当中惑业而言。比论自三界心惑名对治护，就是能够对治三界的那种惑，但应心来对治，从心而言。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在心，凡身口邪业名为戒护，一个是对治护，一个是戒护。
对治户是从心而言，戒户是从身口而言，是这么分别。故云在身口也。金蛋银戒一往别对，你说这里所讲的，是从戒来讲，当然是从戒而言，无非是讲身口啊。那么有户下是单福，单福，所以说有户不必有戒，那是单；有戒必定兼户，那是福，叫做单福。以祸为业本，祸就是无明无知为祸，这个造业的根本。若但复心祸不治身口，只是复内心不起贪嗔痴等，只是防护着内心，少护心而已，没有达到身口，这样呢，所以说不必有戒，就体现不出来持戒如何精严啊，就是说从内心而言不治身口，没有表现。那么有业假或成，这个业之所以能够造业，是因为内心有惑推动，就说假呢，假是假借，假借惑而来成。若尽凡邪业，必兼凡心。如果他能够禁止防止住邪业的产生，必定有内心防护的作用，则必兼凡心。故因其必是护，就是下一句福。然护治，然或治护治或非为理观，那这就这个地方所讲的护治，对这个或来讲，但不是理观，它是从戒行来讲，意思是说护心也好，从身口来讲也好，那不是从理观而言，这理观是从化降而言，那么这个地方呢，都是说从戒来讲，即是戒行，也就是说能够少摄三业，那都是因为戒，因为这个地方所讲的无非是讲戒之功德殊胜嘛，所以说赞叹戒，所以归戒行，而不讲到理观的事情，就是说如何观缘起性空啊，一切法不可得啊，那这个地方不这么讲，就是守住内心不造恶业，使身口呢不要启动。比论位置或必然呢，比论位置或毗尼是也。所以说明了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或啊，这个或由毗尼来对治，所以说是位置或毗尼是也。毗尼能灭，毗尼有灭的意思，所以就灭或。所以说这一点，那么无非是讲这个祸还是由戒行而显。经中者，经中下面所讲的是未详何文，那到底是哪一部经，这里说没查，或恐了论书里面所引，就是说或赞叹戒引这么一段文，那么这一段文我们在别的地方常常也会看到一两句，那这段文呢比较容易一点，那要注意一下，第一者跟四者有点相似，但是它有所区别，一个是从受体而言，一个是从随行而讲，就一者是从受体，第四呢是从随行，这样区别。第一个讲说卢王生子为民所敬，得戒妇人，上面是辟义，下面是法和欲，要以法来相合，就得戒妇人呢，生圣种中，后必得圣，如昭王位，那么相合。国王生了儿子，那么这个虽然很小，为所有的百姓呢所恭敬，那么得戒妇的人，他必定生圣种，将来阿罗汉乃至成佛，所以跟这个呢相合。二呢，如日夜光明，渐渐也满，戒护一耳，诸功德随时增长，乃至得解脱。解脱之见的五分法身具足，就是如月光明。三呢，如人得如意宝珠，随愿皆果，果就是果随，能够得到。得戒护人一生善道，乃至菩提，必定能得。四者，如王一子爱惜朝位，
得戒护人，因戒护故，必得成圣。礼惜爱惜，不得毁损。你看，一则跟四则有什么区别？一个说王生子，这个如王一子，一子爱惜。如果这个一子如果让他死掉，那王位就完了，就属于别人的了。那么意思说，第四点，如果破戒，这当然是指随行。嗯，戒要谨慎护持，一旦破戒就会失去种种利益。第一点是讲民所爱敬，他将来得圣种，是不是有所不一样？有点区别在这里哈。吾者如人一目爱之甚重，我们两个眼睛都非常的爱护。那么一个眼睛失去，只剩下一个眼睛，看看就更重要。是如人一目，此人一而由戒护故得离生死，自得涅槃。六者如是平人，爱少之良，此爱戒故便得慧命。这是第六。第七则，如国王三世具足，便爱此国。就说一个国土要三世具足，国王呢才不会舍弃这个国土。那第一个是财足，第二个是欲臣，就是五欲之乐都有。三呢是正法。这个就是说国王当中他必须要这个政通人和，那么这个国家才能安宁呢，然后都得正法。那么得戒护人一耳，助戒护中无量功德。无量功德就是财足啊，这个足财的意思。心安无忧恼，心安无忧恼，因为世间人常生无义之乐，无义之乐他又会得到相应的满足，那种意乐意望能达到嘛，那心就是安了。三呢是生长正法，有戒护能够生长正法，也就跟上面一样正法。八则如病人得好良药，戒护一耳不应气舌，由此离一切恶故。总而言之，有这么一个功德能够离一切恶。那我们这个偈文一列看一下，八段一一并有法义，有法有脾。就是说戒护是法，即世间的种种事叫欲。前三义戒体，前面三者是讲戒体，后面五种呢都是讲爱惜，就是讲戒行，应该要行持随行。是以出滥，就第一点跟第四点呢有点相滥，王得一子或者王得王子，这样啊，有一个是说招龙将来得圣种，一个说一旦失去啊，失去种种功德，是这意思。执意受体，前面一个是执意受体，后面是说护爱子，王生一子嘛，就一随行。下面说解释，指沐浴正见，良医助道，国位具德。上面呢有良，道良呢，良药了，种种的比喻啊。那么下面如意珠自论云，这个如意珠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也没得过离如意珠，到底是从哪里来啊？这里讲了说是从龙脑当中所得的，它能够呢除贫去毒，这种说法。下面还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金翅鸟的心，还有说古佛的舍利，都叫做如意珠。善道就人天菩提之佛果中的三层，应该说乃至。你下面呢，财足为国富啊，就足财国富。欲尘就是色尘等净，就是色身香味触这六尘的具足。国足财者，那么王者呢失意，就是这个国足什么六尘都具足啊，国王的安心。然后正法就是礼乐号令不失其所，比如说宪法制度什么都有啊。我们这个地方讲正法是佛法的正法，这个国王所谓正法是国王的一些法令。好，
朝文，如是因缘，功业深重，不可轻放，犯自大罪。这是总结上面所讲的，既然功德是如此之大，如果违的话，那么罪过也是深。记文前说，功业重者，总善八义，归前二义，归前面两种义，还记得两种义吧？我们看1507页，就说讲戒护，戒的功德大，为什么戒的功德大呢？由戒护生善终罪，是不是？一二建立功强，这两者归前二义，就是指的这两种意思。讲这么多无非是说呢，生善终罪，一切妄法因戒而生，那么能够住持佛法，建立功强，就是能够住持佛法，令众生长养善根。那么一并生善终罪，其他呢也都是说是生善终罪。第一、第四及七位义，也就是说建立功强，归纳前面两种，无非是生善和建立功强这两种。那么就是我们这一篇当中大体分成两门，一门是戒护，一门是偏具明报。那么偏具明报当中又分两门，偏具然后讲明报啊。先讲明，就是说偏具这个名，然后后面讲果报。好，我们看二者对前面戒护一者而言，这个二者那么分成二别，初的偏具后名果报。初中五偏七具一义差分，就先列出来偏具当中正觉罪科指数六法。我们通常是五偏，我们通常说五偏七句，可是忏悔呢叫忏六句，是不是忏六句法，也没有说忏七句法，也没忏五偏法。为什么是这样？也就是说七句突击罗是一样的，突击罗一样的忏法。所以说只数六法而已。七句不是突击罗分成二作二说吗？二作二说合起来还是突击罗，五篇当中就没有分开，就突击罗而已。经义六句，六句解说一下，就是说且视其名，这名字字这么列下来，也在突击罗，突击罗没有分开，看到吗？此善六名并无正事，所谓无正事是指的什么？西域跟中土，就是说跟中国西域当时的这个名称，原先中国也是没有的。你说袈裟，中国原先没有袈裟的。你说般若，中国原先也没有般若这个名称。波罗夷那当怎么会有波罗夷呢？佛教是印度，怎么会有波罗夷这个事情？僧常也没有啊，所以。甘受戒的人一看这波罗夷他就不知道了。那么二篇摩诺多应强以波利波沙，不新波利波沙进真善以六叶摩诺多，这是啥意思？这中国没有，所以说此无正犯啊。但用一方列之途径，就此土无种不翻译嘛，都此土无啊，但是还是保持原意，也没找不到一个合实弹的名称能够把这个言义呢翻译过来，所以呢用种种解释来比喻说明而已。我记文的偏具证明中初科前系民宿差户，先把名列下来，
五篇起均七句俱杂，人分牲口，人分牲口，所以曲杂人分牲口就是恶作恶说分开。恶作通常指身，恶说恶说通常指口，其实恶作也可以包括口业，大家了解吧？恶作怎么作业造业，口也可以造业，身可以造业，是意思。故因也意吉罗罪重，吉罗罪重就吉罗罪很多啊，稍微一下都是突吉罗罪。从聚两分，从聚两分，这个聚是指的牲口，就是我们造业的工具，造业的工具分两者。最无一体，身业和口业轻微的都是突击罗，可是它体性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讲呢，但有六句。问前引古解，定五为篇，以七为句，今加前后诸文，并名五篇七句，凡同古之七义迎合。前面已经讲了五篇和七句，这是分开。那这里的经家的南山诸文当中，常常把五篇七句啊合在一起，这是不是跟古来的说法一样呢？就说七义迎合。答：但公比局，比局就是说，古来解释所谓三经判为五篇，不具三经叫做七句，它是这样一种局，公比局。那么这个地方说记章篇记名通，这个地方无非讲是篇和记名是相通的，它只是收罪不同而已，收罪不同。那不如一生产五篇和七句说法都是一样。既曰两通，谁用有何不可呢？这意思能了解吧？五篇七句这连起来叫有什么过失呢？有人说，那么既然是你上面有已经定准了古诗的执着，三经名为篇，如果是杂就叫做句，分经杂嘛。南山把五篇七句连在一起说，有什么过犯？意思是这样。那下面你告诉我们说，篇记名是相通的，篇和记名相通。我们昨天记得一个本音吗？五篇是本音，是不是这样？那么七句把本和音分开，是这样而已，其实是相通的。就说这两通啊，那么谁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今下就结罪列名，活出中房立此刑名，刑名就是说犯罪的这种名科。此土本无，将何对译啊？说此土没有，没有怎么翻译呢？那翻译当时有对译，有意义。那么此土彼土有，此土没有，无法对译。你比如说普通话跟福鼎的很多本地话，它没有啊，本地话所讲的在普通话里面没有，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只能说用普通话，用官方的话比较通啊。你比如说福鼎人所讲的汤，我们所讲的汤是热水，那么
北方人所谓汤就是菜汤，是不是啊？通常热水不叫汤啊。你们问老人家说，他说你就不能洗冷水，要洗点汤。那洗点汤是人家菜汤，怎么就来洗脸、洗手呢？啊，那不过说这个是用法上不同而已。啊，那你这样理解，人家理解不了。啊，有些本地话是有些，这个在翻译过程是没办法，那个字是找不着的。啊，本地话呢，就是说宽，普通话宽。本地话也有一个宽，它还有一个字没有的，你找不着的，跨。啊，那个闽南话也有啊，跨。宽，就是很宽啊，它还不是阔，还不能用这阔来讲，阔是阔，你说湖顶话阔还是阔，你没办法，就是说不是很窄，宽一点，它叫宽，宽顶呀，矮顶呀，怎么样？那没办法讲啊，那东西。那就没有，你只能用宽来讲，你没办法用一个跨，跨怎么解怎么写，那有人名字还叫跨，本地人的名字啊，他有的父母不懂的文字，他就乱起个名字，起的那实在是没办法写，然后你只要写个阔，阔本地话一个叫阔，阔不一样，你叫人他也叫不到那个人来，那就是说这语言上的问题有这样对弈。故下诸民并万圣道，我说下面都是这个如宜兰也，或也行也，然后这里说或万圣道，就是说能够正圣道，不违反持法能正圣道，或者从行业来讲，或也众法，或对众法，或就来报，或从忏法，就是从不同角度来翻译，或者说犯了波罗夷罪了，那么通常说会战圣道，就这些往圣道来讲，那一个是说从他行业来讲犯了这个罪啊，就是罪业很重，那么对众法他不能参与，众法犯了遗藏了你就不清净，或者说从来报提，他就是堕地狱的意思啊，或从忏法来讲的生禅，为什么叫生禅呢？就舍堕提舌，那都是从忏法而言，这说生藏，就是说要生去急救，是这意思，从几方面呢来解释。那么先看波罗夷，这个我们都懂的哈，那就看行思抄这个文是怎么解释而已，我们现在只是看这个文字上意思，大家都明白。先引生习三种解释，一旦极恶，就是说犯这种罪叫极恶，那印度但是还有一个名称极恶的叫张陀罗，是不是张陀罗也是极恶，但这个地方波罗夷还不是张陀罗，他是从犯戒来讲，那说你犯戒，人家说你犯根本戒了，你完了你是张陀罗，还不能这样讲，张陀罗就是一种刽子手那个样子，就是说没什么善根，比如这个意思又不太一样，就是意味当极恶，那么以意义来翻译呢，一个是退末，退末的意思，由犯此戒道果无分，道果没有分，人不能证道，所以道果无分叫退末，退末是退是道果的意思，二者不共住，非失道而已，更不入两种生数，就不但他失道了，失弃道果，而且呢还不能入两种生数，所以两种生数是同一说戒同一结魔，这两种不能参与，三者是堕落，所以说波提也叫堕，波罗夷也叫堕，
都是呢从他所受的恶报而言。此舍此生疑堕在阿鼻地狱当中，这是三种名义升起的翻译。那么我们看上面是总翻是恶，即闻别事就具三义，张恶至极，退莫义。如下，如下就是1516，1516先讲问答当中所讲的那个问答，1516一个问答吧，有没有？如下问答。二种生者同下四份，二种生的同下四份，就是翻过来那个四份，四分律里面所讲的那样，就说祭文的省略了。堕阿鼻者，木莲问经里面，但是结束不显一名，只是说堕到地狱当中，时间多长，而没有解释不如一罪名是什么。在杂经中呢，叫堕厌热地狱，一昼夜，使闻名判及十轮经并迎阿鼻地狱无间地狱，说堕地狱，他堕什么地狱呢？这里指出来堕什么地狱。如涅盘里面说坚无障热，就堕在地狱当中呢，受苦啊没有停止，就说 一点都不能停止，就受常受苦。坚无空处，时间上不能停止，这是坚无障热。那么一个处所你不能都躲在哪个地方可以避开，就是坚无空处，就是解释阿鼻地狱的名字，所以叫无间。智者观此宁无不惧乎，这是不如一罪名堕地狱来讲。这是升起饮食颂怎么解释不如一呢？堕不如意处，所谓不如意处，可以从轻可以从重。不如意处，我们现在活着有时候不能顺心也叫不如意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从重，从业报来讲差不多解释呢，有以魔斗以犯此戒便堕护处，这是十颂所讲的。我们看记文引啊，比方波罗夷为堕，即受戒夷为说是堕者是。那么律文后面有说受了戒以后可以跟说是堕法，那叫做堕。生其堕意转是极恶，把这个堕字，生其把这堕字啊解释为极恶，以此不同。你要以身思诵啊，以身体解释稍有不同。文中多义字，多义字，堕不本来是堕不如处，是这个意思哈。常用多论古抄对刊并无，翻一下都没有这个义字。言不如者谓不如魔，因为他跟魔斗争呢，他不如魔，只是输了。输的就多为护处，他们引论来解释，就什么多论来讲呢，那么这个意思是错的。魔有四种，残相谋害，当用借兵，他经常会侵略，所以说欲借这个兵来防护，来防止敌人。然后经行者呢，借力济亏，魔今得胜，所以为义。义什么呢？护处，也解释护处的意思。这是十颂。本律四分怎么讲？波罗夷罪者，如断人头不可复起，就是在律藏本身也就这样讲，说堕入波罗夷处。他当时讲若犯此法不复成比丘故，此从刑法挥用为名，就是说比丘的刑法他不能用了，不成比丘用，所以叫断头，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波罗夷者无疑也，一个是断头，一个是无疑，此从重法结分为名。上一个说他断人头了，人死的死就不能复活，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再一个说他没有重法，他一点都
不能参与。所以借序这个字记当中就借序人讲的诸恶作诸恶行者犹如彼死尸众所不容受此当以此当此解借序的句子。第三名不共住又名不共住者不得与说界结魔二种身中共住所以所谓共住是这个地方共住而不是说不能完全住在一个庙里面是这意思不住两种身中那么记文说断头的受法说相中四义之一受戒完了以后给说四种犯种罪啊四种皮一个是断人头还有多罗素心真鼻切还有一个呢石头破石头破成两份了就这样子下面是这是这种比喻因为是勇战圣道所以刑法会用那么无余第二种无余是遮法云若遮无根无疑作者这就是说如果遮无根你没有根据他这个他还是比丘这种身份清净的那么是不可的常为有余啊一名出彼就是说禅身禅还是有余剩下一些那么就所谓无余他就没有剩下一点身比丘这个可能性行坏无功不参众物所以叫绝混这是第二种下面是引证其实历记当中这个容易理解那么三是不共住又名这个可以见戒本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波罗夷就是印度话那么不共住不共既然犯这种罪不共住在两种身中问以善无疑何意以善无疑何意哪个地方以善无疑何意呢啊三就是三哈不共住就不共住身中跟上面无那个有什么不同还是不是啊这个善是哪个地方呢啊四分力啊又云波罗夷者无疑也不利无疑是众法结分那么以上面那个无疑有什么不同哪个地方的无疑有什么不共住啊答善业以说如彼死尸下对生论如海飘处对前升旗对前升旗来比较一下初意颇同初意是断头就四分的断头以升旗出意就是退末此后二名同比第二就是说四分的后面两种无余和不共住正好跟升旗的第二种不共住相同是这个意思啊就解释您呢下面问答问上言若放此法名为断头上面讲呢放此法名为断头准此而言必无重犯
借意挥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怎么重要呢？我们通常说换了一条戒完了，一切戒都完了没了。那么四分律它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跟其他诸部有所不同。那么这是四分律本身的文，也不是道宣律师他自己标新立异说出来的，他根据四分律这意思来说明，就是说换了一条戒，其他戒还是清净的，你如果再换还是有犯不落一罪，乃至说同种同名同种还有同犯，还有重犯，这么 一说。那下面为了这个问题呢是辩解很多，下面就这个好几页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会犯呢？如果是这样的意思说没有戒啊，断头了吗？人死的就不能活了，你这个人完全就是秽物啊，就断头离。就这一段说，那么按道理这样讲，问的主要是下一半句哈。准此而言，准上面断头来讲无余啦，不共住啦，必无，那就没有重犯呢，那也没有戒了，意思是说戒没有了。哦，下面解答说，戒之有无此路争论，古来就有争论有没有戒，但是诸部律的说法也不一样，十诵就说有没有重犯，十诵就没有重犯了，你犯了就没了，四分就有重犯，所以说历来呢研究律呢就有不同的说法。杂经中解有戒非无，杂经当中讲说有戒不是没有，那么就说等于说道宣律师把这一句话引在这里入争论，但是他补充说明一句，有杂心里面说有，不但四分讲，那四分说一一波一提嘛。我们看这段记文啊，上两句是不定，既然入争论肯定就不定了，下两句呢从有而立，下两句就是说杂心中解有戒非无，那就有了。入争论者为什么会入争论呢？下面就引涅盘争论品里面讲的，就是说佛常常呵斥弟子们啊，说啊你们听了半天呢就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知道佛随意说法，所以你我通常就合或者合宜，这佛有时候讲有，就讲没有。你说对声闻人讲，但是法本身无所谓，说大乘与小乘呢，后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事情。那对声闻人怕死的人呢，我们也是怕死，不是我们不怕死。他听到了，这个生死啊，很可怕，很可怕，赶紧走吧。听到这苦集灭道，苦得不得了，赶紧修道，正灭吧。啊，那么这叫生灭，通常叫做取向生灭，生灭法。那么到了涅槃，到了涅槃经以后啊。他就不讲生灭，不讲无常，讲什么？但是对凡夫众生，你讲的这个世间常乐我净，那什么颠倒，那是颠倒。他讲的佛性成佛是常乐我净，你理解为无常苦无我不净，那又是错误。就这叫随意说法，那众生根性不成熟，你不能讲啊这个世间快乐得很，到了佛的境界，这个世间跟佛世间是一样的，佛的世间就是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就是佛的世间，它没有两样平等，
如果说跟一般众生讲这个世间就是佛的世间啊，那好了，我房间布置好一点，那搞好吃的好穿的，那就是佛陀的世间，众生就停留在世间。比起说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暂时的、假的，要给引发众生出离心，那最后才讲说常乐无尽，到佛的境界常乐无尽，就这也不一样。就天台那个教法的次第非常明显，生灭先讲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着四谛，这样一个次第上去。所以说这里要了解说佛的随意说法，所以佛讲种种法门也是随意说法，众生有如此如此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故此施设种种教法。那么我们就是修行上呢，常常就是不老实，想投机取巧，就是有不会力气，然后又快捷一点，然后马上能够开悟，马上能够成佛，就想这样的事情，这样投机取巧呢就是不老实，修行就是要老老实实。所以说印光大师啊，他就人家见到他，他说你老实念佛，那么说明说我们人就是不老实念佛，是不是这样？念佛倒不老实，投机取巧要这样念呢，一会又那样念。那有人说念一句佛号，这样念36万亿11万900对吧？96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他说念一句就念的36万亿呀，你看看，他这样子。啊，湖顶有一个尼姑庵就是这样念。他说我这拜一拜就拜36万亿拜，我这是投机取巧。佛的名号是说他王世界国土有这样重名的。他说那是也是捷径，那就是叫做取巧。他说你念100句那个猪念100句，我念1句已经超过你的多少句。但是我看经典里面也没这样说法，对不对？这就我们呢就不老实念佛，总是想找一点窍门，是不是这样？修其他的法门也是想说找点窍门吧，然后快一点明心见性。你越是这样你越是找不到窍门，是不是这样？他走路一样，你尽管走吧，你们走走的呀，你在那里数一数，回过头来刚才走多少步了，回过头来再数一数看，你这样就找得更慢，是吧？就这要了解佛随意说法，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不是定有，不是定无。那么佛，但是佛所说的必定有的必定是有，无的必定是无，不是真实已。但是你要如何去领会这个有无呢？所以想，我想将来有机会啊，写写中论、中观论。龙树大师那个中观论呢，很好。你要说有，他非得给你找个没有不可。哪样东西是有？然后你反而说啊，那是没有。好，你说没有，我就找个有给你看。那你一定执着有，他说也不对；一定执着无也不对。那怎么办？不着两边，行以中道。如果说你有一个中道在那里，他还破你，那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空亦复空，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都要舍，这样才可以。就是我们参禅一样，白石岗头，我们爬到那顶尖上呢，不敢离开，这离开不是踩空了吗？中论就叫你说，就要离开，踩空了，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样。啊，有机会将来可以学一下。那么那个论呢，协助无论是对佛法整体的了解、般若思想的体会，以及这个增加辩才呀，都有很大的好处。你一定说这样，那他就找一个那样子给你看看，对不对？你比如说豆芽是豆长的还是水长呢，他就给你找出来根本就不长，他就这样讲。水能长豆芽吗？那我打完水，他你长豆芽给我看看。那豆芽不能离开水呀，那关豆也能长吗？他说豆里面有没有芽，豆有没有芽，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
有牙，有牙那就还意思说，那你还在那淋什么倒牙？那就不要泡水了。没有，没有，好，你豆芽里面没有牙，那我沙里面也没有牙，拿一个你说沙泡泡看有没有牙？你说有没有？那就是说这样就归到禅宗说，你没有开口处，开口即错，动念即乖。佛法就是这样，那这样你就能够圆满去了解佛法，它用意何在？你一定说个什么，那就是固定的执着。我们众生烦恼就是这样子，总是觉得说我这样是对的，我这样是正确的。那么这么一来呢，一修行呢，就成了我执我见。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佛就是说，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说，要进入佛智之见，引导众生悟入佛智之见。那么众生的之见，那都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但是这些话只能说我们学佛人高层次这样讲，你到世间说你们这之见都是错误的，哪个科学家说那光本身就是一种什么时间是一种错觉，是不是这样？时间是一种错觉，那科学家已经提出来这样讲了。那我们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通常都是错误的。那么那些科学家四肢变通的人肯定说，你们的佛教徒实在是颠倒，会不会这样？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但是毛主席呢换在哪换啊？唯佛独尊，那释迦牟尼佛独尊，那其他呢不尊了。所以他不能理解这里面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学戒的同时呢，也要了解佛法的知见。所谓佛法的知见，就是说不要以自己的知见为知见，一定要以学佛的知见为知见，这样才能够圆满，这样才能够进悟入佛智。所以我们平常认为说这样，我以为我觉得，那都是众生见。啊，我以为这样修，我以为那样修。当然说初步我们凡夫众生都会卡在低层次上一个见解。好，我们看他下面他引着涅槃经卷，善男子，我以经中作如是说，佛在经中这样说，若有比丘放四众疑，不明比丘，不能生善芽种子，生善芽种子，譬如焦种不生果实等，我诸弟子。那讲到这呢，他提到的弟子就听到了，闻是说已，不解我意，畅言如来说诸比丘犯禁疑，是比丘戒。我意思说，这里已经说讲说犯四众不能生善种了，像焦芽一样，那个种子啊焦了没有用，生不出来，发不出芽。那么弟子听到这样说，那就没有比丘戒了啊，此执无也，这是执着没有。善男子，我以经中为纯陀说四种比丘，我为纯陀讲了。那纯陀当时有佛快入灭的时候，有个纯陀来供养啊，就是佛最后受供养的就是纯陀。那么你刚才讲说这个有，当时说比丘有四种，那四种比丘呢有不同的经论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圣道啊，有说道、坏道，这个污道，有这些名称。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是叫做一者是逼近，道就是属于无邪，阿罗汉。三呢，二呢是四道，四道是初二三果。怎么叫四道呢？他能服三毒，为众生呢，宣示这个道果，就是四道。三者受道，受道就是他能受行正道，照道就通内外凡，通内外凡就是还没进圣位。四者悟道，所谓悟道叫做薄地。犯四众者即是悟道，如果说在四种比丘当中犯四众戒叫做悟道沙门，
吾道比丘，即是吾道，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能解我畅言。如来说诸比丘犯四众，不是境界。他也叫比丘啊，意思说他叫比丘，说明那还是有戒，就这么执着。那么下面就问题就麻烦了。经中但云不解我意，佛意如何呢？这里都说不解我意，那佛意到底是什么？上面那段说比丘如果破四众戒，就像焦芽败种，不能生长善法。那么有人说那就没戒啦，就说这叫如来不解我，说弟子不解佛意。那下面一种呢又说悟道的比丘有那么四种，那有人说呢那是戒不是还在，都不解佛意。那下面都说善辉菩萨二乘境界况凡必夫，就是说何况我们这些人，他就说罗汉二乘人以及菩萨没到佛的境界，怎么知道佛呢？我们通常的一些人哈，说某某大德是什么菩萨示现，什么佛示现，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佛什么示现？你说明你境界比他更高，你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说初中毕业，然后你回过来看小学作业做，你就是做错了，不是这样。那你说你懂得才可以啊，你那个几何怎么弄？现在我们几何我都忘了哪里去了。那些东西说你不懂的，你说人家你是错了或者是对，你凭什么？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啊！你说跟一般小学生讲什么微积分，他不懂啊。那你怎么去评论微积分到底咋回事？就这么个道理。说啊，某某大德是什么大势至菩萨再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呢？那你是观音菩萨再来啊？是不是？你不是观音菩萨再来，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那有人说，那你是阿弥陀再来，你说我是观音菩萨，这是通通无尽，有没有？我们说是这样，我们不敢说你是什么人。你既然知道他，你肯定你的境界要比他高才可以，你才知道他是何许人。如果说你自己是牛羊眼，那你怎么会知道他是圣人还是凡夫？就我们在座在这里，我不清楚你们是圣人还是什么人，对不对？那牛羊眼来看，那差不多一样的嘛，会打瞌睡，会吃饭，要拉撒，是不是这样？这一样的嘛。但是拉撒当中有不同啊，这里面搞不好有圣人呢，我们不知道啊。那通途来看，差不多就凡夫，是不是？冷啦，还要穿衣服。那罗汉不知寒暑哎，那我们这里也有不知寒暑人也有啊。夏天睡电热毯，盖棉被，吹电风扇，电热毯插上，棉被盖上，风扇吹上，这到底什么境界？也可以说不知寒暑，啊。那么说这个境界上就很难，依着这个是即使是这样讲啊，很难测定。下面说然虽叵测亦是劣势，虽然我们没办法去测，可是劣势一下。当知佛说有则必有，无则定无。活这个地方意思是活这个地方没有做决定说，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做决定说比丘一定是没有戒，一定是有戒，没有这样决定说，这就叫做随意。何以然者？如来如实见诸众生善恶业性，随意而说。看，注意随意两个字，随意而说众生的善恶性，如实不虚。他虽然随意而说，都是如实不虚。佛不是我们平常人凡夫众生一切即止，没有什么意思。佛微笑乃至不高兴，显出那不高兴的样子，他都就在表法，都在说法，这就如实不虚。那么下面这里的古记会说，佛古来解释说呢，妄出佛意。他讲说佛意是什么？受体乃在名比丘，但无利用，所以如焦种。
是在凡尘有执，但是见智执着还是凡尘有执，不能这样讲。就说佛随意而他没有做，佛没做决定说。杂经里面解说比云，就解释下半句，有说犯初重罪，重罪重就是这里即指偏的意思啊，犯初偏罪，名舍利益，此之不然。有人这样比喻哈，有人这样说，此之不然。如果是舍利益的话，犯根本罪凡俗，应得更出家，以舍利益故。就是说，有人说犯了这条戒以后，就这里呢，比喻有人说哈，犯了初偏罪就舍利益了，就舍戒没了。那么意识杂心这里是不同意这种说法，是不然。如果舍利益，戒都舍了，后来再来出家，那就不成障戒了。所以说你还有戒在那里，没有舍，再来出家你就成障戒。又于以别解脱利益是比丘，以无漏利益非比丘。他是这样讲，又于别解脱利益是非比丘，以无漏利益非比丘。啊，别解脱，应该戒，比丘戒是别解脱戒嘛，别解脱是比丘，以无漏利益是非比丘，他占道的缘故。又云，但是犯戒非舍戒，就是犯戒跟舍戒不同，他上面讲说是舍戒，你这个地方说不是舍戒。那问此凡既有啊，那这些不是还是有吗？应成争论呢、啊？答：在彼为真，已经非真。在那个地方讲说是有，好像成争论。那在这个地方理解呢，不成争论。为什么呢？知时何宜深解佛意，知道那是何宜，应该在哪个地方讲？非执即故是，所以在声网里面讲说，名续猫前。随相中续八不净的八不净财了，并断十戒，都说都没有戒，人不见此故多持力，乃至持金钱戒。佛都有讲说，将来是如果看见我的弟子拿金钱，那都挥我弟子，既然挥我弟子，那就不是十戒了吗？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说何宜。不一定说，他就是说这个情况呢是舍，无漏利益。从无漏利益来讲呢，他会比丘；从解脱利益来讲，他还是比丘。就这么办，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一种恶利益的情形。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说到底有没有从犯呢？下面正式要解释这个问题。论从犯，立志明断。上面只是说有争论的问题提一下，那么下面是随犯多少依波罗夷，那么说明有从犯，这是律的明文。此篇最初世界个别随从犯，就个别当中也有从犯，就是说四条戒每一条戒当中也有从犯，就是引众多从犯，于道沙万从犯一耳。其他就这一条戒本身同名单中的同种也有从犯。我看记文呢，出句中已达，就中本中，此即初戒广解之文，戒本亦云后犯一耳。后犯一耳，戒本身讲依不罗夷，只下简面名种。从犯有二，这以及这个名和种。名是同名。就是通一篇，
同名比如说波罗夷僧禅，它名字相同的，它这里面有很多戒，这里面很多戒，那就是总八篇，我们戒本下来有八篇，波依提，这九十单堕波依提，这是名字同的。波依提里面有很多很多戒相呢，很多很多条文呢，这叫总，就是这条戒那条戒，这条戒不同那条戒，就是总。像一条戒当中有种种事情，比如说淫戒，淫戒有很多相，女三处，男二处，那么从人来讲，从犯来讲有三趣，人非人畜生，比如说犯戒当中有种种相。就是简便名种从犯有二，同名之罪，所谓同名之罪为四众互妄，同名之罪是四众互妄。淫戒对盗戒，淫戒有从犯，就是说淫戒犯了，然后又犯盗戒，照样是不落一罪，就是说四戒互妄。同种之罪，同种之为四戒各论，同一种罪当中来论有没有从犯。像同名是知道啊，同名就同一篇当中我犯了前面一条，后面如果说从初篇来讲犯第一条，后面三条是清净的，四分力的意思是说那是清净的。那么你再换第二条，那两条换两条，这第一个不一定，第二个不落仪，然后再换三条，再换四条，都是不落仪罪，就同名单中互妄。同种之罪为世界各论，就世界分开讲，单从一条界来说有犯有同犯。善通十诵，善通十诵就世界互妄，善通十诵是世界互妄有犯众。十诵力啊，十诵力是同名互妄有从犯。再了解吧，听懂吗？同名，什么叫同名？同这一篇，这一篇里面有很多条戒，是不是这样？一篇当中有很多条，十三生禅有很多条，换故弄因，换生禅啦。我再来摸处，再来初二乙都生禅，是不？同名互妄有从犯，同种十种同种没有从犯，换生禅。犯生产故弄因，以后再犯故弄因，极罗罪，十诵是极罗罪。那么四分呢？还生产，就这样。啊，世界格论善通十诵，这是两者，这两种说这里哈，就是记文的名种，名和种。从犯有两种，一个是同名当中呢来讲，有没有从犯；第二个是同种当中有没有从犯。这两句话了解吧？了解不了解？了解哈。那么说善通十诵哪一种？同名，跟十诵是一相通的。下举本宗。本宗怎么讲？同种当中有同犯，有从犯。同种当中有从犯，也就是说，你犯了淫戒，再犯淫戒，还是不落仪；犯盗戒，再犯盗戒，还是不落仪。所以就是这样。那么十诵说后面都犯轻罪了，
文曰四戒，个别论从，经济经中同种之意。这里是业列讲出篇四戒来说明而已，说我于道中重犯义耳，也是如是。那么这个地方无非是强调说同种而已，这个地方我也讲同种。同种肯定是有，同名肯定是有犯，是不是啊？那意思是说同种也有重犯，故此这里呢提一下。此说别解脱戒，由境言别，由境言就别解脱戒所对的境不同，得戒不同，故后犯时还随别犯。就是说所发的戒所言的是大地所有一切情非情，是不是这样？得戒本身是言大地所有情非情，正报依报，所发的戒体是这样。意思说犯戒呢也是一样分别对待，你犯了杀了这个人，可是其他的众生你还没杀，还有戒，是这个意思。你赢了这个众生，那其他还有众生你没赢，所以说依然还有戒在，你一一犯一一有，是这个意思。卢沙不多曰：宁可一时发一切戒，不可一时放一切戒。一时可以发一切戒，但是说放顿放是不会的。发一切戒可以，你心缘，心缘很广，缘大地所有一切情非情都运转，成为善法。你印心是这样子，比如说不杀生，所有大地众生你起一种防护之心，爱护众生之心，那么所有的一切有情当中你皆成为功德。你杀戒不可能说我所有把大地众生什么杀完，有可能吗？怎么杀嘛？但是这里是讲是顿饭，指的是不学，这个顿饭指不学，顿饭指不行，顿饭一时间犯很多戒是不会，我偷人家东西一下子全世界全地球所有的你都偷偷了，它是原法界，不但我们这个地球法界所有，但是我们众生肉眼看不到其他外面的世界如何，他靠我们心眼以佛菩萨的那种观点来讲，片言一切可以，但是你换，但是这里只是不学而已，就顿换，我不学一切界，我不学不了解啊，就这样的。那么这个说不可一时犯一切戒，说你不可起这一种心不学而受戒，受了戒起不学心也都不可。当时有啊要学，按理说你去受戒的当时发心说我不学戒，我只是想得戒本得戒牒而已，理应是怎么样？不得戒的，是不是？所以你受戒但是受体必须要有随行这种心在，才能够领那戒体，没有意思说不得戒啊，是这样。那么后来发心说不学，乃至有持戒的我当难问，是不是这样？我不学不持，起这样的心是属于不学，那就断烦。且如淫戒，女人身善花得二十一戒，男子身上得十四戒，这怎么得的呢？这怎么得？后面有啊，告诉我们怎么得啊。女人有三处，男人有两处，但是犯戒通常都是什么心呢？贪嗔痴的心起犯，贪嗔痴，贪嗔痴有着贪兼嗔，有着贪兼痴，意思是说有七种心，七种心去犯。就是说女人有三处，男人有二处，犯戒什么心？
贪嗔痴。起犯，有时贪嗔，有时贪痴，啊，那么痴嗔痴，这么一个单三、伏三、祭足一，这不就有七种了吗？七乘以三，不是二十一阶吗？什么？男的就是二乘以七。说女人身上发的二十一戒，男子身上发的十四戒，以法界中男女一耳，法界中男女一耳。犯戒的净是指的人、畜生啊，非人、人非人、非人、畜生这么多，哦，那戒有多少？那就无量无边，大力众生无量无边，不是。那么说，今或以贪心放逸你一道，当名无意淫戒比丘。你看见没有？这戒就已经非常细了，讲得非常细。他说是贪心放一个女人的一处，女人本来有三处，他只放一处，那等于说其他两处还是清净的，是不是这样？啊。这是很细的讲，但是我们这个不，对别人没学戒的人不能这样讲啊！你换你跟女人换哪一处？他说啊，那小便道，那其他两处你还清净的，对，他让接着再搞，不是意思，不敢，那没学，没学这么深度的，你跟这个讲，那就长成邪见。至于诸淫戒体光泽，无形可为。称本受体，看见没有？其他戒还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自己从这个抄文看着，我们了解可以这样。你不能到外面去，乱喊乱说。你说你偷他一个，你没关系，你其他人都没偷，你戒清净的，不换根本。你说换根本没关系，还是清净，你不敢这样说。好，这样说呢，等于说鼓励人家去犯戒，是不是这样？你说戒那么多，你换一个算什么？你看后面果报你就知道了，要堕第一当中要多长时间，你换一个他就堕那么久，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没关系，你大力众生那么多，你只是犯那么一条，没算不了什么，受罪也算不了什么，对不对？你能够做到说那么久久远在地狱蹲着，你算不了什么，那也可以啊。你能够做到一刹那清，那我就受完了，那没问题。好，下面是合证。有戒从犯亦不相离故，下面引文来自中义，利益从境故名叫做别脱，别解脱戒，从境而至。道定从心或者总脱，道共戒和定共戒是从心而言，那么这个别解脱利益是从境而至，所以道定是从心。如下是引论来说明，受是嫌你故可总发，受的时候可以总发发起戒来。犯是临境，就是说犯每对一个境而放的事情不同，故为别犯，这个犯为别犯，这样了解哈。犯是别犯没问题，受是顿发都发了，你起这种心念嘛。因为南山是种子，心是成善法，你可以顿时起这种心。犯了是不可能这样子了，那么下面且下立是名总发，总发，下面是指立即呀，迎接的事情。准实相中，就是随谢实相，这应该指的是六卷，这以后会看到十六卷正式解释戒相，就是说十六卷四十页啊。比论指的是多论，当曰三毒以立七支，离三为七，就七支来讲哈，那么离三为七，是今推易且如后世，就是怎么去算这个三毒？我们刚才看了这样，三处乘以三毒，
文中别记淫之以明，余可立贤。淫尽耶道，男女三男二。迎新三读，三丹三服，一句随言兼起，以心立尽，故发多戒，如文所列。今下名别犯，今下就是贪心犯，就只是说其他戒不犯的意思。问一戒不犯，故有从者？就其他戒不犯，那后来再犯才有从者。若凡以贪心复以前你本道行淫，为臣从否？从不从？还是从的。意思差这个地方，我们抄文说你犯这个淫戒，以你人以一道犯淫，其他道呢是清净的。那这里意思说我还是原来那一道，还是贪心犯，那么这种情况犯不犯从呢？那这里没答，没答说按理是他同名同种，同名同种都有从犯，那不是肯定是一样的。那不是说他这里说问十诵不立从犯，拿起笔论一阵经中呢？因为这里后面是解释差不多，如果你沙多波那是十诵的，十诵不取从犯，同种当中啊不取从犯，所以你不要以他来讲经中，经中肯定是有的意思。问不可依时犯诸戒者，不邪之罪，哪得顿犯耶？如是失之。那么这所谓说一时犯戒怎么会同犯呢？这是讲的是不邪之罪而已啊。那犯戒不可能一时间同犯，就自己想的就知道。我们接下去，如忏出篇防得清净，不言更受有本，有本戒。就是说犯出篇邪毁的人呢，防得清净，不言更受。他不是讲受戒，他也是二十生给他做结膜啊，那没有讲说更受，但是又有本，应该戒有。如律云，打扮换众比丘皆皆堕罪，这就相例来讲，就打或者毁伴犯众罪的比丘，他还皆堕罪。那么打清净比丘皆什么罪？是不是若比丘打比丘的波依提？没有说若比丘打犯众比丘波依提，是不是这样？这里说打犯众比丘犯堕罪，打清净比丘犯堕罪，说明说他有。若无戒者，只同吉罗。如果打无戒的人，那是犯吉罗罪啊，说明是有从。所以意思说他有戒的意思啊，就以唱众来立。九十中打比丘及生产半两戒，大身不减敬畏，就大身当中没有减清净不清净，放纵不放纵，都一样。反之说打扮三众呢，只是吉罗罪而已。先问。应当逐数不明断头，一这样推理说，既然有戒，差点又清净，那就不应该叫断头。为什么叫断头呢？意思是说应该逐数，这提的有没有道理？这提的也有道哈。问有这里有两句是两难，立中二灭邪毁，二灭就是应灭和灭病，就应灭病和灭病，邪毁。那并不足数，那例里面讲说都不足数啊，就是说他唱是犯罪了，还没有灭病，应该给他做灭病，那已经做灭病的以及邪毁的都不足数。有断头之名，刑法挥用，同比死尸，经营一戒体净光泽无为，岂会相反？那么是不是相反？那就是这里又讲体光洁有吗？我提这么问题。那么下面解答，忏本清净，理当逐数。按道理说是这样，意思是这样啊。那下面也讲啊，如得作说戒自知结魔等，他可以参加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沙弥呢，就不能参与，也不能做这个事情呢。意思说从上面走，从体来讲还是可以，但由情过深厚不论身用，
比如说它过重太重了，没有办法成为生用。说所以讲呢，故云来否随意，这个念否不能念不哈，来否随意，就是说戒它来不来随意，它不足数也不别重。那沙弥他就不来完全是可以，他可以不来没有问题，那他来也可以，来也没不成问题，沙弥来的话将来受戒就成赞了。那么他足数中从出名忏来说明他足数，即减二灭不在所论，二灭不在所论呢，当然是指着邪毁而来讲，就是讲这个准毁来着数，那两种被灭病不在话下。如下是引证：十诵开作说之结魔，就这两种说戒自知结魔，这两种是住持之圣，就依法不开，只开这两种啊。亦听众中诵立，众中可以没有人诵，没有人，这就说无能诵者，他可以起诵戒。既容秉于身欲净身，一同足数，所以说叫礼丹，就解释第一句忏本清净礼丹足数啊，身他参与净身当中做法了，似乎是足数的礼丹，不是完全足数，他不来没关系，是这样子。但现在的名过不足，情过身者的犯极恶，不认身用亏得业，是这个意思。下面引例，例云：身说戒及结魔时，来否随意，故知虽忏必无足理。虽然忏悔，上面是说可以勉强算，他也可以参加这做这个这两个结魔的嘛，但是呢，他不能算足数，人数不够，他不能算。众听秉法，身不入数，就身可以参加做法，但是不能算数。但望二病财法永完，就说应灭病和灭病，他没有悔过之心。那么这里呢，财法是没有永绝了，不参重物以为忧也。相比之下，邪悔比二病要好得多，所以叫礼诸。文行二义为救无知为事立犯，意思说有些人以为说，那既然失气没有戒，没有戒其他也不成犯戒了，拼命干，那么这样呢，说以为说是失去其他呢也跟着犯。二是为救患者报过不悔，那有人呢说既然没有戒了，他也不忏悔，都还可以忏悔。故此诸文委屈提示，一再说明这个道理啊。是云：小无忏众之文，小无就是小臣无忏众之文，大臣方等有忏众罪呀。那因忏净呢，怎么会讲说忏清净呢？小臣本来没有说忏罪这个事情呢。大小两臣通明忏众，小虽开忏，但暂异业，就是说当暂不下地狱而已，忏悔能不下地狱，不能护本，不能恢复原来的清净比丘身份，故因无耳。是不是说这个讲是无小臣无忏众这种说法？若一大臣忏净，可欲速佛。那么一大臣忏悔，忏了清净，可不可以算速呢？但是这里要说明说，法教与自教不同。化即业道，自救为教。化教是从业道来讲，自教是从为教我所制定的教法而言。众一方等事理忏灭，已经自教不忏习病，你就按方等忏，事理都忏灭了，可是自教你没有做，那这样呢，不忏还要灭病。忏成邪悔，忏悔成邪悔。若行自忏，众业不完，就说行自教的忏悔，即使业没完，防明清净，就那业报还是有。我们通常说忏的忏戒罪，
那么业报依然是有，华明清净。昔之化智唱法天别，人多万数，故屈殊之余在后篇。后篇就指的是，忏悔篇。那你再讲，好，我们先看到这儿。诸佛出世第一番，闻法众心安与才，大众和。